设置通过下拉列表输入内容，选中销售产品列，按住 Ctrl 键不放，单击销售产品单元格，即选中销售产品列除了销售产品单元格其他所有单元格区域。切换到数据选项卡，单击数据有效性按钮，在弹出的数据有效性对话框中设置允许为序列。在来源文本框中输入公司销售产品的名称，名称之间用英文半角逗号隔开，单击确定按钮，返回工作表中。单击销售产品单元格即出现下拉列表，这时可使用下拉列表输入，也可手动输入。若使用手动输入不合规范的内容时，Excel 会弹出禁止输入。